啊，这位像。嘿，啊，阮大汉的啊。那这样算我们100块就好了。你要送两支葱啊，我再送我两条哈。抛弃妈妈离家出走，我就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这么狠心。不管我们现在有嫁还是没有嫁，她一辈子的事就是我这个做妈妈的事。知道，妈要帮自己办告别式吗？每周六晚间10点 ，TVBS 欢乐台《遗憾拼图》。